Hi.准备一下啊，大家，你拿这个出来啊，这个第，我们在第十面了，今天第十面。六搞混学六，你好，你会写别的啊？会写别的。学校的作业，请放心，我们很好啊。OK，来，大家 video 开一下啊，我们在第十页，大家你翻一翻啊，第十页啊，数学纸，Karin、春红 video 开一下，伊登、Chloe、子柔、刘生在吗？Stephy 有一个反应，Dive。，OK，春红哦，春红来的啊，进来要打个招呼啊，有人进来就，嗨嗨嗨嗨嗨！谁来的？我呀，你是哦，Stephy 哦，诺言呢？OK，Hi，晴呀，吉，对哦，有那个。filter 的哦，看一下我的 filter，我很久没有用了，我的 filter，好可爱，给 okay, 这个 filter 就要在这样的地方，
啊，太可爱了，很久没有用了哦。OK 啊，就是他了。为什么大家乖开开门了呢？没有，本来就应该啊。我的风，平时都全部黑色的。嗯，有啊，要教一下喽。哎，我们中学是不是有开的嘞？我们风都风吹风风风快。小学我就不懂你们了哈，小学。小学可能要开的，开就要。对呀、啊。哦，是哦。现场直播打电话过去。好啊，来大家，这是第十页啊 ，OK。Okay, 其实那个概念是一样的了啊，只是现在是小数点罢了。OK， 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写啊，在吗 ？OK 啊，跟着一起写啊。OK， 来，我们做一题先啦、啊。这个我带着大家一起做一题，两题先。老师，今天什么事哦？怎么这么多人用那个什么特效的什么事情哦？今天？哦，因为我看到吉尼用，然后我才想起有这个东西，我又。没，他就直接有。在那个 filter 那边，你可以看 choose video filter， 有一个是 background， 对咯，我懂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什么事情？哎，我的电脑锁了，刚才它一直跳。哦 ，OK， 可以了啦。来，大家，我们来看啊，一样啊，这个等于其实可以写这边，我喜欢写这边下面，因为我可以这样对准准啊，就是整齐的往下排这样。OK， 首先。有乘除，我们先做乘除，对吗？如果看到一个乘法，我就是要考虑到它的前跟它的后，前面后面那两个东西哦，包括它的加减啊。OK， 所以现在我可以先做了啦，减 7.45 超回，因为还没有做要超回啊，这个就不要减减加先，不要先，我们要做了后面乘法先啊，这个超回先啊，这个超回。OK， 现在可以做这个了，这个乘法怎样做？减一个减哦，这里啊一个减一个加，没有写就是加，减加就变成减，变成减啊。对，等下答案出来有减，所以我们开这括弧先写减减。OK， 1.8乘1.75是几多？我们来算。OK， 如果好，大家真的，如果你有 calculator， 你可以拿 calculator 出来算，你可以用手机也可以，我知道。啊，也是可以的，不要紧。OK， 我在这边也是会按一下，你可以用手机啊、电脑啊，你喜欢。OK， 我用这个3.5 啊。OK， 减3.5。对啦，有哪个地方？等下我要摆一摆我的 calculator。OK， 我这 calculator 放不大，不为什么？1.8乘。1.75，如果你用手算哦，也是可以。OK， 如果我们用那个指示算啊，你就写在一边啊，就是多号码的放上面嘛，对，少的放下面嘛，然后5840那种啊，也是可以的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去找一家 calculator 来，大家 OK， 还或者是用电脑啊、手机啊都可以。OK， 这个算出来哈、哦，等于一下啊，耶、yeah ，哦卡了，我这个 calculator 不行，它会跳掉了。你算什么？那么你也算？你们用 calculator 算一下。你老师有没有那种 calculator？ 不用的，不用的，你做乘法罢了。不用，不是吗？你按一下，普通 calculator 就可以了，不用用我这家的啊，用电话也是可以了。对哦，3.15啊 ，OK。现在我们才来做呢，减减要变加，对吗？把它写成加，所以你 calculator 可以帮你做加减乘除啊，只是那种减减变加我们要自己编啊，减减变加 ，OK 啊，这个最后的步骤了，你用 calculator 做也可以，这一个，因为它已经是最后的步骤了，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它是减掉 7.45， 再加回 3.15。Okay, 又跳了我的 calculator， 你 try 啊，你按一下，你可以试一下按，我们可以开始学用 calculator， 减 7.45 加 3.15， 还不到了我的，这个可以用手机算的，减 7.45 加 3.15， 5.3 啊。
所以它是减四点三来的，看到吗？减四点三来的啊。等下我让你自己做的时候，你需要自己的calculator了，用电话就可以了。而是刚刚你的那个是怎样变成那个下面一百分之多少？我按这个 SD 的，哎呀，这 calculator 有问题，它一直会自己关掉。你的 calculator 如果我老师叫我们做数学啊，这个我不懂怎样算哎。哦，如果你的 calculator 跟我一样，你就要按这个 SD， 它就可以变来变去分数啊、小数点啊这样咯。如果你们没有的话，你应该会有没有哦。A B C 的符号，你用 A B C 那个符号，你试一下。哦 ，A B C 啊。啊。试一下 function， full stop 那为什么 ？function enter 应该会有一个 calculator 跑出来。哦。function enter。对哦，我用电脑的就可以了哦。OK， 等下我 try 啊。OK， 我的出来好像我的出来是分数吗？我按 S D， 你们可以按 A B C， 有一个 A B C 的符号在左边的。Function enter， 哎 ，enter， 你讲什么啊？ Yes. 等一下 ，OK 啊，你讲它会有电脑的 calculator 出来啊？其实我是其实是可以的，我觉得电脑就 calculator 了，哎呀，啊 ，OK， 我用一个 normal 的 calculator，OK，、okay? 因为我们现在还不需要用到 scientific calculator。所以大家，如果你用的是家里的 calculator 也是可以的。我们要帮他帮我们做那个小数点罢了，因为你要用手算很长啊，不用的。可是考试时候我们不能够出到这种题目啊，大多数啦，你不能够一次过太到完的，因为他要我们给他步骤。如果我们一次过太到完，就没有步骤了，就没有分了。OK 啊，我 clear 掉一下，大家可以吗？OK 啊，我擦掉这一题啊，我们再来一起看，来不及超过讲啊 ，OK， 这讲小一点的太大了吧 ，OK，OK， 这个第二题，先做什么？现在我们主要哈，真的是不用手算了，只是要自己知道要先做什么。刮胡啊，刮胡，前面这个还没有做，抄回，抄回，刮胡我们先做咯，这个可以用考格雷德啊，来。又用考维德一下，减，我试一下这个可不可以啊？减，哎，不可以啊，零点，哎，没有啊 ，negative， 不能啊，减零点二五，老师没有那个这个，你要先按完你的号码，就是按那个加减的那个，不能的，等一下我要看一下这个什么来的。没有那个你要先按了那个 0.25 啊，就是可以按那个东西才有的。没有，已经有了，它上面有一个零减了。好像有减了，对了 ，OK 加，对对对，它已经有了，按到了 5.95， 没有用过这个电脑的啊，可以，对，你猜一下啊，大家，你有你开微灯，你是按一下5.7来的，这个是，对呀、啊，5.7。减这个加减，我们已经用考格雷德一起帮我们做了嘛？呢，减零点二五加5.95是。所以老师这样子，如果这样子做的话，去中学啊，不是中学能带电话吗？所以可以在班上用电话算的嘛。中学是用考格雷德，你要带你那。不能用手机啊。啊，手机就不能。中学能带手机了。是那人偷偷带啊。考试的话就肯定不能啦，老师走来走去你都不可以用啦，对不对？说这个啊，大家他出来的答案哦，没有写加，其实是加来的啊。OK， 不过在这里也不用写啦啊。现在你就可以做0.3×5.7哦咯。为什么我用计算机算呢、啊？画弧一样也是没有加。啊，对啊，他因为不需他已经是 positive 了嘛，就不用再画弧了。现在乘。啊0.3，哎，0.3 ，OK， 1.7亿，对，我看一下啊 ，Chloe 有个啊，对对对 ，Chloe， 1.7亿啦，完了了，所以这几题呢，你真的可以用你考虑的或手机啊，你不用担心啊，我没有让你用指示慢慢的做啊 ，OK， 你可以 try 了。啊，现在只是考我们会不会先做哪一个，我们熟不熟悉要先做哪一个，这样罢了。你 try 啊，第三题，
好了的，你给我最后答案。啊，你看没有步骤写的，就这样不了。Jenny 啊 ，Christy 啊 ，OK， 给我最后的答案啊，你们 try 啊，一顿啊。老师，第三题是不是啊？0.55×8先哦。对了，很好，这个先。它的加减你要看呢、啊，就是你要考虑到，所以这个我写回先啊，这个。它是减了0.25，再加回5.95，它是 positive 来的，所以 positive 就不用，因为它流多嘛，它进的比较多，多过出的。这个我们就要先看啊。加减会变成什么？乘法要看加减就变，加减就变成减减，所以我们就写减。你calculator直接按8×0.55就可以了。啊，calculator和你按8×0.55就可以了。老师是不是总那个乘的总答案是不是4.40啊 ？OK， 等一下。不是，我不是用考格里德算的啊，怎么呢？你用考格里德吗？等我看一下。我用只是算的。8×0.55，4.4，对。嗯 ，OK， 有的人已经有答案出来了，在 chat box 了 ，OK， 你们可以啊，你有答案你可以 type 在 chat box 啊，我们可以对照一下，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嘛。所以就是9.6×4.4啊，那个减9.6×4.4。对啦啊，减9.6×4.4，这个可以用考虑的。减九，那减9.6啊，我不会弄了嘞，你要弄那个减9.6。考虑的没有的按减啊，先按减，你看，你 try 一下。我按减，所以我这边连减。啊，可以，我的 book 可以。OK， 谁拿到的答案是对的？我看一下 chat box 啊，对了，很好。再 check 有几个哪里啦？算错了。啊，你是错了。不要紧，试下按看按得到没有。是啊，对。什么鬼哦？减14哦。啊，是后面那什么符号来、啊、的？后面哦，这个只是我跟老师讲哦，答案在这边哦，在那边啊，因为有时我们的题目会写到很多很多的。老师，这么我考个leader啊，一按那个前面9.9，然后就减了，就把那个直接全部消失掉了的。OK， 我的也是这样，你用电脑还是什么？电话算了。电话、啊，我的是我。嗯，我不懂你的怎样啊，可是刚才哦，我是以为没有，其实是有的。你看我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现在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啊 ，OK，OK，可以了。刚应该弄错了，刚刚。OK， 我的也是，刚我以为没有，其实是有的。OK 啊，大家，我们往上翻啊。OK， 你 try 一 try 这几题，去了掉啊。没，第四题错了。哎 ，OK，undo。不是这个啊，还没有，我们还没有做第四。哦，没有这样快。OK， 来，大家可以 try 一下，你自己试一下啊。说你可以用铅笔做先，不要用蓝笔先。我知道中学可以用蓝笔啊那些了，可是你用铅笔做先，错了擦掉不了了。不过我很不习惯嘞，这样子用蓝笔我不习惯了。对哦，我们以前也是一开始很难。不是中学不是用那个什么吗？数学不是用笔芯笔做的吗？不是，还是蓝笔啊，黑笔的。不过啦，像我数学这样烂，应该什么？没有啦，你的练习啊，就是补习班啊那些，你们可以用回你们铅笔的，因为我们一直插的嘛，我们在学嘛。它真正是好像学校的练习啊，考试那些你要用蓝笔咯，蓝笔啊，黑笔哦。那我写了很多。如果错了真是很麻烦的。以前啊，我们考学校大考的时候啊，我们很紧张，我们就问老师了，数学啊，我们讲老师，我们要用铅笔可以吗？老师讲，你可以用铅笔，如果你快的话，你过后再
画的东西可以用铅笔，过后那些写的、哦、你用铅笔哦，你不确定你用铅笔写那、啊，过后你再用蓝笔填下去，他讲，所以还是要用蓝笔哦。嗯，一定要蓝笔。哇，什么鬼哦？考试比较麻烦，学校坑神呐、啊。这样我要准备十个那个那是要什么 liquid 啊带去啊，然后学校不会带 liquid paper 的嘞，为什么？可以带，因为很多人用那个，哎，那个，有点他在做纸是吗？因为 liquid paper 啊，对，有人拿来 vandalize 公物，这样就是画在桌子啊，画厕所啊这样，所以 liquid paper 大多数学校是不可以带了的，可以带那个 correction stick 咯。好像那个叫什么来，我不讲 roll 的，叫 roll 的去的。有的学校连那个都会带啊。我们以前是哦，到了 form four form five 啊，我们放弃了哦，直接错了割掉最好。因为 correction date 啊，等下久了啊，它会印回出来的那个颜色。大真正的大考啊，我们是用割的，比较安全。是很麻烦的。那个怎么那个？怎么叫什么啊？我一直写错，一直割，就割掉。一直拿下去那个白白那个东西啊，我不用哎，我直接用 liquid。啊，是我试过啊，就是用那个 liquid 啊，这样子拉哦，然后其他的全部周边啊拉到，然后就那个字拉不到。哦，是啦，有时你那个也是要买好的，不然的话它是啊，有些垃圾的，有些四块钱那些呀、啊，一下子用一天就可以买泥土里面呀。OK， 大家现在好，我再给你看啊，其实你还可以，它还可以帮你做很多东西啦，它可以的，只要你知道先乘除后加减就好。你看，你看到这边了哈，我直接把那个地铁钛进去，其实是可以的。好、啊，钛完进去哦，减 1.5 就写下来了，减 1.5 没有做到的抄回。啊，现在可以用考虑的按钮。OK， 看一下是不是 4.67 啊？有人找到 4.67 啊？还是什么？加还是减 ？OK， 我 clear 掉啊。啊，减 1.5， 再减 3.17， 答案是多少嘞？减。啊，用 negative 要小心，知道这个 negative 吗？减了又再减哦，出了快半钱。又再出三块多，你是不是出到完了四块多？合理哦 ，logic 的，我跟你讲啊，你想是进还是出？答案是出来的，出了 1.5 又出 3.17 OK， 来，坐着去啊。第五、第六、第七有答案了，跟我讲啊。对了，是减 4.67 来的哈、啊。应该慢慢会很容易啊，现在因为可以用 calculator 了。都错了，0.35除0.05，然后七。OK， 那个加减要怎样？那个减。不是。应该不是，因为0.07跟0.05还会出来会更小的号码，会0.00多。这个啊，我觉得为什么那个一个号码不了，但是还要画弧哎？因为它有两个符号在一起，它就要画弧喽，加减在一起。是的。所以这个你连减都推进去，你就知道了，它答案是有减的。这个抄回啊，这个出来是有减，对不对？啊。减啊，减多少？减0.07。是没？我拿到七啊，这百分应该是0.07。不是，如果0.07跟零乘0.05啊，是0.000多，四个位数了哦。是七来的。呀，相信考虑到了，这个也是0.3，哎，你也可以太那个低下去了，其实啊，0.35除0.05。OK， 减气啊，对呀、啊，然后这里你就自己编咯，哦，加减编减，你写多一个步骤给他先，可能这个步骤有分了，加减编减这样啊，因为老师就是要看步骤，他不是要看你乘啊加减啊，对不对？那些都可以用 calculator 按的。OK， 这个出来答案是 negative 来的吧 ？OK， 我看到有些答案是 negative， 可能是对了的，是。点八，我的不是，
减掉七，对的，是减。减掉七是。减二点二，因为四点多根本减不到气啊，不够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答案是减二点二来的。对了，很好，有人做对哦。你要 try 靠自己完成一整题这样啊，就 OK 了。反正有咖啡豆，尝试一下，错了不要紧。哦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啊，文君啊，你想象一下你这样看。如果我们是做直式，出来是不是有四个位数？说五三五五七三十五嘛，是不是？然后因为有一二三四四个位数啊，它出来答案应该是这样了，很小了，对不对？不是零点三五了，啊，这个是小数点的乘法了，它看起来会有点小乱，所以它是起来的。Okay, try 第六第七啊，我擦掉第四第五啊的家。啊，有答案的可以猜上来 ，OK， 我看到一个了。哎，跟第四题一样答案啊，那个，有可能啊，也是有可能。我要你写步骤啊，因为就是你尝试写步骤，因为考格雷格讲真，从头猜到完答案，你也是会对的。但是考试他会要我们给步骤，第六第七啊，这两题一起。OK， 第六题有两个人不一样的答案。啊，我们先做刮胡啊，不要紧的啊，放这先。举例有答案吗？第六题可以猜给我。老师，那个零点二啊，他们是现在不是除吗？这样子就是你减了那个答案，然后你再放那个零点二下去啊。Maybe。OK， 他是这样啊。不是，它的减其实是 negative 零点二，就是你照样是除零点二，但是这个零点二带着 negative 哦。OK， 好，我们看第六题啊，先做这个刮胡里面的东西，因为后面那个刮胡是做不到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所谓的先做刮胡，这个可以做十减掉七点五是多少？这个不用考虑的啊，十减掉七点五是多少？十块钱减七块半，你看是不是很快变成钱？二点五，钱变很厉害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十块钱减掉七块半变两块半啊 ？OK， 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加减，这些抄回先。哦，因为有刮胡，要先做刮胡里面啊。现在你就可以做这个除法了，你要type进去也可以哦。直接type到完了，连那个 negative 也可以type。哦，没有刮胡的是吗？你的 calculator。OK， 你可以这样啊。其实这个刮胡是跟我们讲，这个没有写就是加，这个有写它是减，加减变减。啊， calculator 我们只需要按什么呢？这样的话，按 2.5 除 0.2 就可以好了，因为你已经知道是减了，减 12.5 来的。OK， 考虑到啊，我其实只需要按。老师，你没放到减呢？因为我已经把减算了出来了，加 2.5 除减 0.2 嘛。因为我的考虑到没有得开刮胡管刮胡，所以我要把那个加减做掉先。你看这个蓝色的哈，加减减。
哎呀，就是这个是没有写吗？就是加，这个有写就是减，先把加减变减减，然后你等下按 calculator 就直接二点五除减零，哎，除零点二就可以了。答案是减十二点五啊，减十二点五啊，知道吗？OK， 第七题，这样跟它变小一点。对，回答。哦，已经 max 了，已经是最小了。OK， 所以这个我们要先做乘除了。哎，这样洗的。OK， 这个啊。连他前面的加减要一起拿的啊 ，OK， 要一起去看待的，哈，这个容易，因为两个都是加来的，这边写了是加，这个没有写也是加，哦，所以我直接按啊，OK， 先写了五点九亿先，加加还是加啦，现在我就直接按吧，然后零点零二除零点二。零点一哦，出来说加零点一哦，降不了，答案了，容易啊这个，哎，不一样答案呢，哦对呀、啊，零点一加五点九一，六点零一啊，对了，很好。哦，第七题很简单哦。没有了，因为你现在做了难的嘛，这种回来这种就觉得啊，其实很，你会做了的。对以前的来讲，对以前的你来讲，这个也是很难的。以前的他不错。啊，现在有四个东西哦，啊，不用担心他，无论他错几个都好，你跟着步骤做罢了，还是可以做到的，很容易的。反正有考过一个啊，你写完先啊，这边呢、啊，蓝一一等一啊。蓝色哦，其实是不用写的东西啊，蓝色只是通常啦，我用蓝色来给你看罢了的。哦， okay, 蓝色的，嗯、啊，你懂哦 ，OK 哦。嗯。嗯。如果你写了自己更乱的话，不要写更好，你只要写就是重点是红色的东西啊，大家。给第七、第八题 try 啊，大家 OK。哎，第八、第九应该是，等下啊，我看一下这边先。嗯，有乘有分数跟小数点一起啊，等下。第八、第九。OK， 我讲一下第八、第九先 ，OK， 然后等下你可以再看，一起看了、啊、哈，这一个。有刮胡，我们先做刮胡。那些还没做的写回先。所以这个减 1.06， 其实这个要做先也是可以的吧，反正要加法。哦，不能不能，这个是乘法啊，我们要先做好刮胡先啊。OK， 啊，有人有答案了，有答案了的可以开上来先。所以这个可以直接按哦，减，哎，减 0.5， 再减。1.7， 答案出来是减来的、啊、因为你出50 cent， 又再出1.7，是不是出到完？对不对啊？所以它出来是出2.2。你看啊，啊，如果它又有乘又有减一起啊，啊，其实我们要刮胡降完了。OK， 也接着现在要做的东西是。先乘除后加减啊，你要把它前面的加减也考虑在内。这个两粒东西哦，两组号码，这组号码前面是加还是减，你要被要考虑在内啊。OK， 说减一点零六超回，现在你可以做，可以按 calculator 后面这个，或者是哦啊，这个我的 calculator 不按啊按不到，所以现在是啊对，如果 negative 就是 positive， 可是这个是什么呢？注意看大家，
乘法前面是加，后面是减哦。加减就变减，对不对？加减变减啊！我的 calculator 我哦 ，OK， Karin 我看到了 ，Karin 你看这个啊，我还没有擦掉这边。这个的意思是哦，它没有乘除在里面呢、啊，它只是除了50%，又除了1.7%，总共它是除了2.2，对吗？逻辑对不对？嗯。啊，所以它不是减减加，什么时候是减减加？我们做一个小复习啊。OK， 一登也是刚刚才学一两堂课吧，全部人注意啊，这个减0.5减掉1.7哈、哦。出来是2.2，这样怎么没有减减加的？什么时候减减加嘞？这个时候要减减加，大家有印象吗？粘在一起的时候，减减你就要变加了嘛，真的是。所以通常这个我们会写多一个步骤的，0.5加1.7啊，这个时候就减减加。OK 吗？大家，这个我们得空复习一下。我这个是会乱掉的，会忘记的，确实。OK， 可是这个减了 0.5 再减 1.7 意思就是除了又再除、哦、啊 OK 啊，所以是除到完了，亏了2.2啊，哎呀一直叫我出钱啊，他是吗？ OK， 所以这个啊，这个我 clear 掉先了这边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做这个了啊，看这个乘法也是要减减加那种来的，说乘法的话啊，我们拿 3.4 乘 2.2， 可是其实我们要看各自的加减， 3.4 前面是加， 2.2 前面是减，加减你出来的答案是减来的。 OK、啊、你知道了这个 calculator 就不用按那个加减进去了咯， calculator 直接按 3.4 乘 2.2， 3.4 乘 2.2 7.4 吧，减 7.4 吧，看到吗？哦，这边啊，减 7.4 吧。我画了箭头给你看啊，加减变减啊，这个乘法是照乘的， 3.4 乘 2.2 7.4 吧。 OK， 这个可以按考虑得了了，减了又再减，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出钱，它出了1.06再出7.48，因为两个都是减，所以它不完全是减减加，这个你一定要按那个减啊，减 1.06 再减 7.48， 看到吗？对了，很好， negative 来的哦，减 8.54，说虽然它有四组号码啦，做法还是一样的。给多一题啊，我们还有2分钟，等下时间跳了，你可以 try 这个第十跟十一啦哈。我们3:20见，我快先做掉这个先，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先。看到有先乘除后加减哦，有除法啊，说前面抄回先。5.53减 3.48 抄回这个，我就会看它哦，一个减一个没有写，就是加减加减，然后我就按 0.8 乘，哎不是除，哎这样按啊， 0.8 除五，0.16哦，是吗？除五啊，0.16啊，0.6啊。那个5.53减3.48，可以直接把它变成加没有了。OK， 其实现在是可以的，因为这里哦，它后面也不是乘除嘛，我们不用先做这边嘛。只是正确来讲呢哈，如果看到有乘除，我们先做乘除会比较安全。现在你看到了哦，可以做这个了，你才做咯。5.53啊，减减变加。那这个哈、哦，你可以一次过按考回得了，这个不用写多一个步骤，就这样啊，直接按考回得了。哦，5.53
时间要跳了啊，跳了不要紧啊，你直接写掉它、啊、OK 加三点四八减零点一六八点八五啊，对了，我看到chat box 有这个答案，是不是 positive 来的八点八五，三点二十分见啊。哎，没有位置算错哎，是咯，错哪里啊？加减啊？这个可以直接按完进考虑到了的啊，只是加减没有乘除的话呢，可以开完。